好，我们今天干嘛？今天在走步道。对，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呀？2014年3月9号，礼拜天。来爬柴山。来高雄哈。好。爬柴山。那我们今天有谁来爬柴山？来走步道啊？谁来走步道？有 Hannah， 还有嘞？还有妈妈。还有嘞？还有爸爸。还有嘞？还有阿妈。哦，还有阿妈。啊，对不起，没按。没我以为你刚刚是在按的。啊 ，Hello， 这是 Charity。那我们雅行啦。嗯，你们大家都要来走步道喽，加油加油。车都满了。很多啊，很多人啊。给爸爸，跟爸爸说，你找到什么？你找到什么了？花。花什么花？它叫喇叭花。哎，又像喇叭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走到一半，现在自己走，很棒。这个叫。看，这里也开始来了，好棒哦！好棒哦！我们今天就来走这个寿山的步道，对呀。对呀、啊，寿山步道。哎呀，你说我们是今天最小的登山客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七曼。好，这是耶。现在有没有自己走？哎，有没有自己走？两个手指头耶，大声。耶。对。成功了，现在好棒哦。刚刚看到什么？看到猴子。把汤把打翻啊！对了，汤打翻了是不是？嗯，那你有看到？来看这里，看阿公，阿公来看阿公。看到 Green Bay 区。来，现在你要给阿公笑一个。一二，要看阿公吗？看我在笑一个。天哪！嘿 ，Look here！ 天哪，看这里。Hello， 谢谢，我们成功的爬上山顶了。Hannah 表现很好，对他来讲好像这个已经很简单了。Charity 刚中间就开始睡觉了。对，大家一路睡上山，一路睡，最轻松上山的登山者。啊，有一点醒来。到那里坐，小心坐下来。坐，那你就坐。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，大概一。超过快2公里的距离，哇，所以上下4公里还蛮好的。嗯，对。又看帽子掉了。Hannah。嗨。嗨。嗨。人来了。恭喜你来了。太激动了。那你嗨，还有一个 Charity 在后面。嗨，都好高兴啊，他也挥手一下。对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哎，嗨，好，没错，你也胜利了。对，爬到那么高了。对，都可以啊。都可以啊，刚才上来就是很陡的。只有刚才上来那个。好啊。加油！哎，超困难的，你看嘛，拉绳子啦，他们力加油！加油！在这里看着，哎，他也挥手，他给你挥手，加油！加油！他懂哎，他懂。跟他挥手，他就挥手。对呀，嘿，嗯，太棒了，好聪明啊！你这边一点，他会知道。看，来了。哦。走，你还没吃完。走。他眼睛看着呢。这要吃。啊，你在看什么？松鼠。松鼠在干什么？松鼠在吃面包。是给他的面包。吃很久，但你看他嘴巴吃很久。好，他吃很久，他一小块在吃，
吃半桶。很奇怪，他吃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吃掉哈。好，他不会。